我们这个公投呢，主要就是要怎样？要问全台湾的人民，你是否同意核市场的燃料棒放进去试营运？那我们这个公投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核燃料棒一放进去以后呢，整个核电厂就视同等离，已经开始运转，已经开始污染了。将来的这块土地，就是将来核是共寮的这块土地，就不能再使用了，因为它已经高度污染了。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公投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公投以目前的公投法来看的话呢，是非常的困难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遵循全世界所有的公投的方式。我们的提案呢是正面表述，就是说你是否同意这个核电厂放燃料棒，我们用这个正面表述的方式。那当然有人讲，现在所有在玩公投的人，包括国民党，还有一些公投案，主要就是要怎样，就是要让这个公投没办法成案，就是用负面表示的方式。但是我们呢认为公投的方式应该是正面表示。那如果说现在的执政党认为这样不好的话，那他赶快修公投法，把公投的门槛降低，我们大家自己来，由人民自己来决定，看是反对或是赞成的人呢，看谁比较多。这个活动啊，实际上是去年就开始，去年519的大游行，终结核四大游行，我们就正式发动这一个啊全国性的公投。因为在去年的311的时候，地方性的公投，地方性的新北市的公投已经送案，5月16日晚上在这边被公审会否决。那即使啊经过诉愿，现在还在诉愿，诉愿被否决了、然后行政啊法院下礼拜二要最后一次辩论庭，然后判决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趁办大游行的时间，发动了这个100,000联署冲破鸟笼公投。这一张是当时我们一起啊，这边多位朋友啊，全国各地骑着脚踏车，六月天骑着脚踏车全国绕一圈，好、包括啊，我现在拿着拐杖的这个林冠庙啊、前秘书长啊、然后我们现在的会长还有钟淑基啊、都哦。还有卓汉，哦，卓汉那时候有骑车吗？好像也有啦，哦，哦，我们全国骑了一阵。那当时啊，我还蛮乐观的哦，因为一路走过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两班呐、一班呐、哦，我想我一个月来对，都拢会签出来。啊，没有想到哦，答应我的啊，其实只有高雄陈菊市长的20,000达阵。其他的啊都没有达阵哦。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桃园哦只有1/4啊，哦，非常可惜啊，哦。那我们特别提出高雄来啊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说其实这个核四公投啊并不是说只有北部才关心啊。那这一次当然啊，我们很高兴新北市有35,000左右，台北市也有三万左右。那新北市啊，我们这一次哦，这个高志鹏委员哦也在这边哦，他是我长期啊要推动这个核四公投的战友。我记得在311福岛核灾的时候啊，我们两个在电视上，那他就提出说他要推动哦跟这个案子类似的啊、案子在立法院提案，没有想到。当时啊，民进党党中央不赞成了、那结果我们搞了三年多了，今天正好是7/11啊，正好是福岛核灾40个月，哦，福岛核灾40个月，那我们新北市的案子送案的14个月，
我们今天提送案，我们希望我们大家的努力能够达成，也就是说公审会不应该挡我们。那刚刚啊，我要进来啊，跟警察撸了半天了、啊、我说今天绝对不会有事啊。如果在新闻稿在哪里？如果在审查那一天啊，公审会这边哦把我们挡掉的话哦，我就要把这一栋楼哦烧掉了啊、哦、当然我抓去关没关系啦，好、哦、因为我搞这个运动啊至少搞了25年啦、啊、那事实上我们何时公投二十年前就有这样的场面，9月22日这样的场面，我们送到台北县政府去是罢免游客立委，然后那一年的11月27日罢免跟公投同时投票，可惜当时政府说没有法律效力，那今天有法律效力了啊、哦，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啊啊、我们长期以来大家的共同努力，使得合适的议题不再是个议题。那政府已经讲了嘛，合适封存嘛，哦，但是又说停工非停建，什么时候停建呢？就是说要全国性公投来决定啊、哦，说要不要启用。那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全国性公投要不要启用，只是我们不是等2016以后送，我们是今天就开始，我们希望合适的闷月今天就能够截止。好，我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啊。诚如秘书长所讲的，环保人们长期以来主张合适计划应由人民做出决定，所以我们在90年代初就已经推动合适的地方性公投，那并且已经在4个县市啊举办过。那在公民投票法通过之后，这一次的全国性合适公投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有人民提案的合适公投。那当然在之前有2次的地方性公投，就是新北市和宜兰县，但很不幸的被中选会所驳回。我们一直认为地方公投应优先于全国性公投，主要是因为桃面圈范围内的民众如果核灾产生，他们是首先的受害者，所以我们主张地方性公投应该优先举办。那我们认为行政院对人民救助的这样一个理念应该予以尊重。我们今天送出的12万2000份的联署人的名册，所以这些人代表了台湾广大人民的这个意志。我们要求行政院应该尊重12万多人的这个意志，尽速审议通过这个提案，让全国人民可以继续来参与第二阶段的联署工作，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提案能够尽速来成案。我是希望啊，政府啊是民意的政府嘛，对不对？要反映这个12万人的联署啊，所以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刁难的工作。我们已经花了太多的心血了啊。
人力物力真的实在是对我们来讲很非常的那个。那我们现在是准备要第二阶段联署啊，拜托啊。志工班，然后我们在旁边喊口号。老师，我们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请志工们哈、啊、来帮忙哈、啊。那我想我们再一次的要强调哈、啊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我们感谢所有的志工了、啊。来，过来，等一下来。好，等自己女士。好，可以过了。哦，那个叫炸标，那小妹啊，刚才这个炸标了，这个炸标啊。来，慢慢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哎，说啊，小妹，好来，好了，等一下啊。来，来，要等这里啊，你和他其他女的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回来，回来，我们来接吧。什么东西？摸了，动。而且，拆过来，拆过来，就是在这里。